古道、森林、油桐花，返乡的路上，画面一一浮上心头。海景、港湾、传统渔法，也是苗栗独有的风景。离家还是想念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，在山城与海味之间，苗栗是我自豪的故乡，也是越来越幸福宜居的县市。的确，近几年返家之路变得很轻松了，便捷的九宫格路网也为每次漫游开启序曲。妈妈之前还特别打电话说，苗栗很不一样了，要我好好陪她逛逛焕然一新的龙凤渔港，还有满满美学生活感的创意街区。我自己是想回归山野，体验一下农游啦，还有看一看人类和自然友善共存的动物通道。没意外的话，侄子应该也会拉着我去亲子公园大玩大笑吧。童年真好啊，但除了欢笑，新时代未来还有好多挑战。这次决定返乡任教，就是再度被点燃了教学热情。看到大家都动起来为终身学习而努力，真的很感动。连首领长辈们都开心地教学着传统技艺，部落长辈们也学习着文化传承与营运，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走出车站，绿斑马线很快就抓住我的目光，是熟悉的街景，但好像更有现代感和安全感了。骑着 U-bike 沿着绿廊来到竹南运动公园的生态池，觉得心情好平静。骑经过以前会淹水的地区，居然也变得那么漂亮。路上啊，居然还巧遇了以前的高中同学，他们都返乡创业了，有的近期忙着准备去金市集大展身手，有的则是导入新科技变身有机青农。哇，我这才知道苗栗的青创基地居然也同时是文创艺术新地标，以后的日子应该会超级精彩的吧。回乡打拼，我是充满期待的。不用担心育儿负担沉重，因为平价而普及的教保服务已经准备好了，也不担心长者没人照顾，各式据点正实践着安心慢老慢哲学，其实让生活更充实。享受着慢活的日子，就是苗栗的日常。我知道这并不简单，是汇集了许多人的努力，我见证着也参与着。慢城生活，用心过，我回家了。